两间大台，真正大台，你看在咧大台要做主秀啦吼。哦，在我们太雅族公主吼，大家都知影齐先生吼，真久无出来这个台顶啊吼，啊，伊即个叫咧地名甲画出来，名甲画出来啦，啊，袂像咧山顶吼，都咧种地啦，都咧顾身体，啊，所以即摆都无出来唱歌。我们的太雅族公主，我们齐先生。爱心吗？没有，这个朋友他有黑胶唱片，哦，是这很难得的哈，在这里签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拿着让他再签，对。哦，好，给您签的，哦 ，OK， 好。要有你的这个黑胶唱片是很难的哈，真的很难的，而且你得到徐真正的签名，我要特别介绍的这张唱片。好，你介绍一下。这张我们的唱片是只有这个封面。可是这个唱片呢，是林凤娇跟徐汉所演的《我从山中来》，是很特别的。还有两张封面就对了，对，整张的哈。是很有值得纪念的一张唱片。你自己有没有这一张？有，当然有。当然有。哎，这个是我很喜欢的，然后是自己设计的，是没有的。全世界没有的，真的。来，我也要告诉各位朋友哈，他们刚刚一直讲我记章，欢喜哥，我是在做电视节目的。那我自己昨天呢，我珍藏了差不多有1000张的CD 黑胶，还有卡式的，哇，全部我捐出去了。我刚刚叫我孙子一定要留这个人的电话，因为他要签名，他从不卖出去。对。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珍藏我们这种国宝的这个达人，好不好？就是的，因为我自己去看到有个地方在卖我的唱片，我就跟那老板说：“老板，这个唱片能不能卖给我？”他说：“不行，我不卖的。”对。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是他说：“我不卖这个唱片，只是挂在这里让大家看。”对对对，好，那这个是他送给你了哈。真的。那等一下你再唱一首歌。OK。因为你本来就安排两首歌。对，好棒好棒。是。我告诉你，他多红，你知道吗？中式奇幻纵欲，奇幻纵欲是打脑风飞飞的节目。因为以前都是动感的，以前跳不动了。啊，你现在不要跳了，你就好扯。现在只有拔茶而已，还要弄茶叶种菜。对，他的妹妹还是我义工队的同事啊，妹妹，哎哈，好，你再唱一首歌。唱的是《有我就有你》，刘家昌做的老歌，来，谢谢。